我预测啊，我当时冰狗没有这个。金哥会哭的，金哥没有一半，那我尽量今生不赞成。哎，尽量，尽量，尽量。我觉得他让我挑一个，随便挑一个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他大哥的固定的吧，因为毕竟，对，八八。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就笑了。现在什么时候啊？我的妈，好古早。就好像那个温柔，是讲的。